请坐。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不点。你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妈妈现在打流感疫苗。嘿，不要怕，接一点点哦。请问您叫什么名字啊？陈时中。我也要打流感疫苗。爷爷是大人，也要打疫苗哦。对啊，打疫苗是预防流感最好的方法，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，都应该接种疫苗，保护自己的健康。快打流感疫苗。